李现人格魅力这么大，成功感化黑粉，黑粉公开向他道歉并删帖。说到今年夏天最火的明星，那一定离不开李现。他通过《亲爱的热爱的》这部电视剧人气大涨，不仅得到了许多人的喜欢，也吸引到了许多黑粉的目光。都说人红是非多，李现也不例外。前段时间虽然网络上夸赞他的人非常多，但是其中不乏有几个特殊的声音出来造谣。但是李现通过自己的人格魅力感化了黑粉，黑粉公开向他道歉并删除了之前黑他的帖子。这位网友将他之前黑过李现的所有话和截图都做了一个总结，针对每一条都承认属于尬黑，并且之前说过李现的数据造假，但是他拿出的数据其实只是李现当天的一个数据。李现说过，假如有一天那些黑你的人也开始喜欢你，那才是真的火。